小肘子。猴沙肉。你让表弟来，我就买你的东西。关键是我要是让表弟来的话，你买东西那个我挣你的你那个钱都不够我给表弟发工资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一般挣的很少的。猪蹄儿，等一下，五花肉。牛骨髓。
黑虎虾，超大个的虾。